放那个音效哈，看它，因为它在笼子里面就在哀嚎嘛哈，我们把它放出来，哎，看它好像是有一点紧张，但是这个对害怕雷声的狗这样反应算还算正常啊。好，开始有点叫哈。再来，他怕打雷还是雨声？打雷，那种瞬间的声。再一次。好。现在有比较好一点。但是还是有一点的哈。好，哦，他好就喜欢在那边抓哦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没有这种声音，他不会抓，对不对？他不会，平常。你确定？你如果把它关着，不要有这种雷雨声的话。就类似这样了哦。对，主要是哀嚎这种叫法，叫我们在不在家是不太知道。好，开始。哎，怎么又停了？这个确实是大雷雨啊。如果我在家里听到这种声音哦，我就感觉外面一定很可怕。网友可以来看嘛，就是这个声音确实很像嘛。诶，他现在没什么叫，他绳子放地上。来，继续，我们看是来。他刚开始在那边哼，有现在没有啦。啊，你坐到旁边去，人坐到旁边。还不错，你如果等一下再爆炸两三声没有事哦。你就把它牵出来，然后音响继续放哦。好，那我用另外一个也没关系。有没有觉得有进步？嗯。有没有啦？有。牵在旁边。哦，就在这边站哈，他就别人他在那边如果叫什么，你就稍微警告他一下，他没有很激动，你只要稍微警告一下就好。刚刚叫你咬我那个感觉是我在那边乱叫，你要他现在又没有啊，这限制他的活动一下而已。你发现它已经比较稳定了，你再去摸它，说它很乖，哦，不要说它在这边也很紧张，你那边说啊，不要怕，那不行这样哦，嗯。那现在嘴巴张开还好，也没有动来动去啊，有没有？它之前会跑来跑去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
但是我们不能，好，你不要让他发现哦，你把绳子放地上，不要让他发现，不要让他发现，对，对，看他后来跑来跑去，不安在那边转圈，还要找找地方躲哦。你这个还是有吗？声音？没有啊，这是对不对？当然，这个是我们给他训练的那个延续性。嗯，哦，这个要持续哦，强化。不是说我今天来啊，以后都不哎，他就永远不会。不是你中间有逮到这种打雷机会，你刚好人也在的时候，你刚好给他训练一下。嗯。好好，我要渐进式的，你不要一下子又。发烧，给他吃，给他吃。发烧，对，很棒，很棒。现在就在减敏哦。这个小，这个声音，哎，跟零食连接在一起哦。来，好，好，握手，换一只，这一只。哦耶，给他吃。你看他现在会吃啊，代表他已经没那么怕了。他真的很怕，是绝对不吃的哦。哎，对对对。好，坐下，坐下。好，握手。哎，很棒，哎。哎，这个声音已经比较大声了哦，哈。赞呐。好，赞。赞赞赞赞赞。趴下是你自己教的吗？对，就是。坐好，握手。好，换一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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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哦！哎，很好，好，先这样，不错。